我说如果我会去世，我希望我死在车上，我不希望死在病床上，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了无遗憾的走了。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，然后刚好有朋友经过他的介绍，我跟那个画堂老师在新竹那边接触过。画堂对我的生命意义的确是很重大，最重要的是说生活可以稳定，再来就是本身是残障者，能够有更强的自尊心。我觉得在画堂当中比较困难的就是烧堂的那一段过程，那一段过程是很难掌握的，有随着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到烧作的那个困难度，它常常会失败。以前的师傅都是画得很大只，我把它缩小，以前的画作比较笼统，我觉得应该要跟在这个技巧上面哈，修正的更实在一点，不要那么笼统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。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就是漫画类的，对我的个性比较合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漫画，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也是漫画会比较受到客户群的喜欢。我很喜欢把这个技巧这个技术延续的传承下去，我教过的学生大概有5个到6个，有一些是在国外的，他专程回来学的，有一些是在北部的，也是专程来找我学的。我觉得我的学生当中学的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从国外学的，那个只学一天他都会了，很厉害。画堂的过程坎坎坷坷，起起落落啊，也陪伴着我半辈子的一个生活。其实是如果说有什么感受，我觉得是应该很感谢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带我太多的帮助，还有一种成就感。